姐，大姐，你这是？千年冰蚕丝。哎，大姐，这千年冰蚕丝到底有什么作用啊？我用千年冰蚕丝将青青的伤口包住，修炼几日，很快就会痊愈了。大姐，我现在已经好多了，谢谢你。对了，大姐，我们忘了问你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模样啊？杨戬毁了我的肉身，我的原形显露，被你们救回了。我的元神曾出去四处看过，我发现黑土有个部落，有一个女子的面容姣好，我就想，也许换一个面貌会更新鲜。挺好的，大姐，你换了这面容，真是非常的漂亮。